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个赞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总裁要来分享他的马蛋蛋给你们看咯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可以抽到几只紫色的马咯。第一只开出的是香槟小马，第二只是灰黑小马，来紫色的咯。开出的是斑马，不过应该不是他要的咯。又来一只紫色哦，开出银河小马，再来是灰色小马，然后是天蓝小马，再来是棕斑小马。哇塞，他也抽到了粉色小马了，我好羡慕哦。再来是黑白小马，然后他已经有一只斑马了，长大版让你们看看咯。下一只是黑白小马，香槟小马又再来一只，太扯了吧，粉色小马又来了。再来是灰斑小马，然后是燕麦小马，啊，又是燕麦小马。这只好特别哦，是银河小马，然后是芥末黄小马，可是这个配色看起来有点奇怪。燕麦小马的几率很高哎，又再来一只了。哎呀，才刚说完又来一只了，你们看他收集了好多只马哦。再来换他的分身账号来抽给你们看咯。第一只是棕斑小马，哦，来紫色了。哇塞，这只是独角兽哎，运气也太好了吧。啊，居然来两只独角兽。再来是灰斑小马，哦，再来是巧克力，吃点心的时候到咯。哎呀，居然来了一只僵尸小马，灰斑小马再来一只。这个配色看起来好奇怪哦，是薄荷巧克力。天蓝色看起来还蛮可爱的。芥末黄小马又来了，然后是暖棕小马，再来是香草小马，酷哎，这只是黄金配色的耶，不知道会不会发光。又是香槟小马，巧克力又来了，芥末黄小马两只了耶，他本身也有粉色小马了，灰斑小马再来一只，红豆小马能吃吗？哇，原来驴子是紫色的啊！然后驴子长大版很可爱哟，然后这只深灰不知道是哪一种，看起来还蛮帅的，驴子的兔牙超大，然后超可爱的，又很逗趣。分享给你们看咯。然后这个是独角兽宝宝的指令动作，接下来要让它长大咯，喂食特殊红萝卜营养剂，目前还不够大只，所以要继续喂食。我们来看看长大版的动作有没有什么不同吧。哦，原来蹦会踢脚哎，好有趣哦。Thank you.
可惜就是吼叫，没有真的叫。以上动作分享给你们看看咯。然后骑乘上去需要300颗钻石。这只独角兽是可以飞起来的哦，在飞的时候后面还有星星的特效，超梦幻的，对吧？然后不同身形坐在上面姿势会有所不同哦。这个是中等的身高，这个是长腿的身高，这个是胖胖的身高，结果变成跨坐在上面咯。然后是宝宝的身高，接下来要去合成咯。合成需要200颗钻石哦。天哪，合成完超华丽的，超美的，出去飞行给你们看看咯。真的超美的，看了我也好想要这只独角兽哦。来一个特写给你们看看咯，还有时间哦，大家赶快去努力做马蛋吧。那还有另外一只马可以飞哦，就是小小珍珍抽到的这一只，这一只是飞马哦，飞起来咯。你们喜欢独角兽还是飞马呢？赶快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接下来来分享图鉴奖励给你们看咯。完成就可以拿到这个马玩偶的头套哦，还有马玩偶的装扮，然后是马蹄鞋，超可爱又很逗趣的装扮哦。你获得这套可爱的马玩偶装了吗？还没的话加油加油，努力咯。接下来再分享其他小马长大版给你们看看咯。那以上这几只让你们参考啦。然后马最高的等级需要多少营养剂呢？首先第一级到第二级需要50，第二级到第三级需要150，第三级到第四级需要200，第四级到第五级需要300，第五级到第六级需要400，第六级到第七级需要500。以上给你们参考一下咯。然后签到簿满7天可以领到独角兽木马哦，速度只有4，可惜它只能够一个人使用，不过还不错，可以滑行。活动任务完成可以领到这个套装，再来领小马百科的奖励咯。哇，他居然抽到了5星的卡片咯。马术的服装穿起来给你们看看咯。再来带你们来参观总裁家的马房咯。风车他做了2个，这样子摆起来很好看哦。这一次的马房栅栏也非常的好看，大家看到是不是很心动？这个栅栏真的很推荐，你们一定要制作哦。再来分享这次官方提供的序号咯。手机打开，选设定，输入序号，输入这段英文。第一个是宝石宝箱，我抽到了5颗钻石哦，你们抽到多少呢？然后是宠物装饰魔法药剂哦，有松饼箱子可以抽哦，我抽到了5色饼，还有送月饼的箱子，我抽到兔子背包咯。如果之前的活动你没有抽到的话，可以赶快输入序号来领取咯。那如果你没有输入序号的话，要到这个网址来输入哦，网址我会放在留言区置顶，输入好按确认，就会发送到你游戏的信箱咯。哇，他竟然抽到了9颗，比我还多耶。
宠物装饰魔法药剂很美哦，刚好看到这只粉红色的小马。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，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哟，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